有登山经验的人要怎么照顾失温的人？让他喝热的补充饮料，把湿的衣服脱掉，注意吗？要脱掉衣服啊？那接下来是不是就会像电视上演的一样，抱在一起取暖？一男哥，你可以示范一下吗？像是警告自己，不能屈服，向往从前。Thank you.